林克探乐园，你藏我找。感觉应该就是这里。哼，要问我是谁，我就是夏天大侦探。你好，夏天，我是蜡笔小新。我现在和家人来露营了，但是反派们拿走了我的重要物品。我给你发邀请函，你能来帮我找到物品吗？夏天，帮帮我吧。所以呢，今天我的特别任务就是帮助小新寻找他丢失的物品。根据线索啊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哦，是小新，我来了。哦，夏天你来了，可喜可贺，可口可乐。当然了，有需要就有我。对了，你这是丢的是什么呀？进去告诉你吧。首先请出示你的邀请函。在这里。收到，我们在里面见吧，爸爸妈妈也在等你哦。好的，现在出发。林可探乐园，你藏我找。原来这里有一个告示牌啊，小心家人就在里面。好的，出发。原来演员一家在这里。你们好，我是夏天侦探。哎呦，夏天来了，大老远的，你辛苦了。感觉应该是肥嘟嘟守卫门，他们把小新的东西给藏起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可是到底是什么样东西呢？需要帮我找到红色、粉红、黄色、黑色还有蓝色的箱子。这五个箱子里面有我丢失的东西。五个箱子是吧？好的，交给我吧。夏天，看来是饿了吧？那就吃点东西再出发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哇，好多好吃的呀！是好吃的热狗。哎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也太饱了，那么现在我就去找你的东西了。那边不是双叶幼儿园的老师们吗？好像那个是园长。哎，看起来好凶的样子。是有人在说我吗？虽然啊，很想给他们打招呼，不过看起来好像在说很重要的事儿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先走吧。那边不是小新和朋友们吗？小新，连这里干什么呀？我们在玩寻找黄金蝉的游戏。哇，黄金蝉？哦，不对不对，现在不是玩昆虫游戏的时候，我们得赶快找你丢失的物品才行啊。哦，对哦，忘记了。哎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这附近没有箱子吗？没有啊。找到了。找到了吗？找到黄金蝉咯。哇，原来这就是黄金蝉啊，第一次见。不对不对，我们不是应该要找箱子的吗？哇，找到了。啊，原来是小新的小夜灯。小新，你来这里干什么呀？现在我在装一颗蘑菇。你到底想不想找回你的东西了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原来蘑菇是长在树上的呀，好神奇呀！哈哈。
哇，找到了粉红色的箱子，那么现在只剩下三个了。哦，是小猪的铅笔盒。这里好像是小溪耶。哇，小新真的好厉害，他居然抓到了一个超长的鳗鱼。哇，找到下一个箱子了。哇，找到第三个箱子了耶。哇，原来是超级可爱的小新玩偶呀。哈，还可以把这个取下来吗？Hello， 哇，这里的好吃的也太多了吧！的客人把这个放在这儿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找到了。看看是什么？哇，原来是动感超人的水杯。原来是套圈，那我就挑战了。夏天侦探，真是感谢你啊。哎呀，都给累坏了吧，不介意的话就在我们家休息一晚吧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您的好意啊我心领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拜拜小新。你慢走，下次再见。小新再见。